嚟殺人嘅啫。你先停先，等我去傾下。Sir， 我係 Vincent 代表律師，跟入嚟。你哋慢慢傾，我哋喺出邊等你。Jessica 冇事嘛？啊？放心，佢冇事。佢而家只系担心你会有事啫。最紧要佢冇事，佢冇事就得噶。你有冇话俾我知，到底发生咩事？傻炮，佢癫嘅，佢真系癫嘅，佢咩都做得出嘅，佢将个 Jessica 我冇俾 Jessica 有事噶。你唔系觉得我喺度做紧戏？我唔想再谂，究竟我应该信你定唔信你好？唔好意思，对件事冇帮助。我只系想知道，我可以点样帮你？对唔住，真系好对唔住。其实我冇信心，你仲肯唔肯帮我？我以前做咁多错嘅嘢，我行一条咁错嘅路，我甚至乎以为我爸坐监，我仲怪其他人；我女朋友分手，我怪其他人。所有人都离开我，我自己不停咁喺度转牛角尖，我仲喺度怪我身边所有嘅人，我贪心，我自私，我唔知点解我自己会无啦啦中咗落个氹度，直至到有人死咗，有人死咗，我先知道原来我一路俾人利用，去买凶杀人，做一啲伤天害理嘅事。我爸讲得啱。我唯一咩都冇晒，我身边最锡我嘅人，最爱我的朋友，全部都冇晒。呢个责任系应该我自己承担。所以你就去酒吧，谂住揾证据。我揾 Victor， 我希望佢同我一齐指证傻炮买凶杀人。咁连你都会俾人告妨碍司法公正嘅，你唔惊嘅咩？我俾人告唔紧要啊，最紧要系可以将呢个衰人绳之于法。我唔知点解，点解呢件事会搞成咁。点解仲搵我帮你打？你唔怕我对你有成见咩？因为我信你仲肯帮我，我信你对我有信心。如果呢个时候你要将我交俾其他人，我宁愿交喺你手上面。你仲会唔会信我？我讲过，我唔会放弃朋友，但系最重要都系嗰句，你千祈唔好放弃自己。我唔会再令你失望。Vincent 唔会杀人嘅，佢唔系啲咁嘅人嚟噶，阿 Ben。但阿 Ben 话 Vincent 已经认咗系佢开枪噶咯，咁又点啊？佢一定唔系蓄意，或者佢有苦衷，或者佢被逼嘅咧。嗱 ，Vincent 嘅解释咧，系当时佢以为 Jessica 俾索帕啲人捉咗，佢惊 Jessica 有事，情急之下先开枪嘅啫。我唔系唔相信 Vincent， 但我哋好应该冷静啲去分析成件事。佢曾经讲过大话去妨碍司法公正，唔单止佢唔会讲第二次、第三次嘅，可能杀人。嚟到掩饰自己嘅罪行嘅唔止傻炮一个，点解你哋要咁谂佢？点解你唔信佢啊 ？Jessica， 冷静啲先。事实上，佢讲嘅理由系真系好荒谬噶。主观意愿上，我哋系好应该去信佢，好想去信佢。但客观地，陪审团会唔会信先？我哋唔冷静啲去分析成件事，我系帮唔到佢嘅 ，Jessica。我唔冷静，根本系你对佢有偏见。你唔信佢为咗我会杀人，佢中意过你。都可以中意第二个噶，你讲咗去边啊？喂，我哋都要集中讨论翻 Vincent 单 case 啦，好唔好啊？吓，真系噶，我知你紧张 Vincent， 我哋都系。玲玲讲嘅，即系想考虑埋陪审团嘅睇法，佢都系想客观啲啫。Sorry 啊，我可能冲动咗啲。Jessica， 唔好意思，或者我哋大家要分头谂下点样可以帮到 Vincent。我真的很想信他的。
如果你问我咧，我信 Vincent， 因为我望住佢对眼嘅时候，佢话俾我听，佢讲嘅系真。冇错，佢之前系做错事，但系每个人都会做错事噶嘛，尤其是喺最软弱嘅时候。如果之前我同佢分手嗰阵可以处理得好啲，所有嘢都唔会发生。你知我唔系咁意思噶，你唔好咩都揽晒上身啦。而家最重要嘅系边神已经知错，人要受过教训先会成长嘅。但呢个教训会唔会太大咧？几大都好，我哋都要帮佢撑到底。你点啊？你惯唔惯啊？瞓唔瞓得着啊？你真系觉得我少少嘢都挨唔住咩？我真系咁冇用啊？咁唔系啦，我几时都觉得你最叻最掂噶啦。做咩啊？我讲咗太多嘢啊，系咪好烦啊？其实我做咗咁多错事，好对唔住你。但你一路以嚟都咁支持我，咁帮我，我真系觉得好后悔。得噶啦，我明噶啦，你喺电话录音已经讲得好清楚，话你帮助嗰个衰人啊嘛。其实你唔可以怪晒自己嘅，做律师咧一定要假设被告冇罪噶啦。但我真系唔可以俾藉口自己，我做咗咁多错事，我应该承担翻责任，我对你唔住。但系嗰日打我巴，真系打得好硬。哦 ，sorry 啊。唔使 sorry 我，你嗰巴打得啱。如果唔系，我都唔识得将嗰个衰人绳之于法。我听阿 Ben 讲咧，我嗰日你开枪系因为你惊我有事啊。我傻怕癫，我真系估唔到佢会做啲乜嘢，所以好担心你。你傻噶！你为咗我搞到自己咁，我真系唔安乐噶。其实点关你事啫？一日到黑都系我自己喺度钻牛角尖，我真系好傻。阿玲，佢当初话要同我分手咧，一日都系我自己喺度放唔低嗰啲无谓嘅自尊，搞到佢同我 band 都辛苦。之后我不停咁伤害你，利用你，搞到你好伤心。其实我做咗咁多错事，我真系唔想有人再伤害你。当时我真系喺度谂，我真系同傻炮一齐死我都唔紧要，最紧要系我唔可以俾佢打个电话，我唔可以俾你有事。你唔会有事噶，我哋一定会帮你噶。就算我而家输晒所有嘢，我仲有你哋几个。喂。诶。哇！呢日咖啡粉好劲噶，啱晒你同我。唔该晒。昨晚有冇瞓？冇，同啲心理学家倾过，攞咗啲心理学嘅理据，我仲揾咗啲之前打智慧嘅 case， 希望可以帮到你同 Vincent 啊。好啊，张攞俾我。摆咗喺你台面啦。嘿，原来你哋喺度，单 case 有冇嘢我可以帮手啊？啊，我喺度谂紧，可唔可以安排你两个相同做证人？梗系好啦，我哋可以证明 Vincent 嘅人格，佢咁做啊系逼不得已噶。喂 ，Jessica， 你又嚟啦 ？Sorry 啊，我头先去探过 Vincent 嚟，我见到佢好唔舒服啊，好想帮佢啊。你放心啦，我哋一定可以帮到佢噶。或者晏啲我哋坐低倾下上庭嘅嘢啊。好，其实都唔系咁悲观嘅。既然 Vincent 可以说服到我哋，我谂个事实一样可以说服到陪审团。其实不如你讲先啦，好啊。我知道我冲动咗啲，对唔住啊。之前我泄漏证人名单，我已经好抵死噶啦，唔啱啊，真系对唔住啊，搞到大家咁。傻妹嚟嘅，做乜讲埋晒啲咁嘅嘢喎？但系你都有啲唔啱喎，虽然你客观系啱。但系你太冷静啊，好似好冷血咁啊，好惊啊！知啦，咁我而家咪同你斟茶认错咯。不过你争住讲，讲咗先啫嘛。对唔住啊，大家都系为 Vincent 好嘅，
只要佢肯改过，呢个一个重新开始嘅好机会。终于大个女啦，咁我都放心啲。啊，我咩事啊？啊，如果你话 Vincent 重新开始，加埋你落去，几好咧？嗬？被告卓伟明被控谋杀中国籍男子邓乐伟。根据目击证人的口供，被告向着死者的后脑开枪，而且是一枪致命。由于被告在死者毫无防备之下向死者的背后突袭，向着死者的后脑致命部位开枪，他的杀人动机无论是有没有预谋亦或是临时决定，都是属于蓄意谋杀。我是暴龙巴的酒保兼老板，请你讲出你所見到死者當時遇害的情形。我見到被告向住死者喉嚨開咗槍。在被告開槍之前，死者有冇向被告講出一啲挑釁性嘅言辭，或者作出一啲行為？應該冇啦。我騰出騰入間中見到佢哋傾下偈啫。咁當被告開槍嘅時候，佢哋所企嘅位置同方向係點嘅？我見到咧，死者咧應該係想走啊，因為佢向住門口嘅。咁被告咧就企喺佢後邊。咁當時死者有冇作出一啲反抗或者掙扎跡象？冇啊！死者咧喺後腦中槍就向前趴低，我根本唔知後邊有人嘅。唔該曬，我明嘅。喺案發嗰陣，被告係咪一個人去酒吧？係啊，佢一個人嚟咧，係揾一個叫 Victor 嘅人嘅。哦，咁呢個 Victor 有冇出現過？直到我哋打烊啦 ，Victor 都冇出現。咁以你所知，死者嘅出現係咪被告嘅預料之內？應該唔係啦。因為被告喝了很久酒就想走了，咁咁啱咧嗰陣死者出現，而死者出現咧嗰個被告反應都突然，咁即係推翻咗被告係有預謀殺人嘅可能性。咁喺你行開嗰陣，死者好可能對被告作出一啲挑釁性嘅行為，包括威脅恐嚇而逼到被告要自衛殺人。反對，反對辯方作出一啲毫無根據嘅推斷。方哥，呢個控方證人係本案嘅唯一目擊證人。但佢見到嘅只係事實嘅一小部分，佢只係見到被告開槍，而最關鍵引發被告開槍嘅原因，佢完全唔知。所以我絕對有理由提出疑點，被告並唔係蓄意謀殺，而係有其他原因。反對無效，陪審團必須留意呢一點。被告卓偉明喺警署錄口供嘅時候，承認係佢開槍殺死鄧樂偉。副上。想請問下你，你都認識被告嘅？識，佢係我舊上司個仔。咁你又知唔知道被告同死者傻炮係有啲咩關係 ？Vincent 曾經係傻炮嘅辯護律師，幫我打甩咗一場7年前嘅謀殺案，亦都因為咁樣涉嫌騷擾控方證人，搞到同佢阿爸嘅關係好惡劣。咁聽你咁講，被告兩父子嘅關係都相當唔好啊。Vincent 原本好孝順，為咗呢單官司。他跟所有人反曬面，仲惹上官非，卓Sir真係俾佢搞到好心痛。就係因為咁，被告想報仇，將所有嘅怨憤發泄喺死者身上，所以先作出一啲咁冷血嘅行為。副Sir，而你接觸個死者傻炮，你對佢印象點啊？佢個人都變態嘅，以為自己有錢請律師就大曬，咩衰嘢都敢做。反對，反對證人所講純屬係主觀意見。全無客觀的理據支持，陪審團無需理會證人剛才說話。根據警方的調查化驗結果，被告殺人時所用的手槍是屬於邊個啊？根據被告的口供，槍上面留低的指模同埋衣服纖維的化驗結果，支槍是屬於死者。咁即係話，支槍是死者自己帶去，而被告反而係手無寸鐵，一個人去酒吧。佢冇可能係有預謀咁殺人啦，係嘛？可以咁講。咁死者帶支槍去做咩？唔清楚。咁會唔會倒翻轉頭係死者去酒吧殺人，或者係想攞支槍去威脅或者恐嚇被告咧？佢咁變態，絕對有咁嘅可能。唔該曬，冇嘢問。鐘小姐，你係咪報過案？指死者傻炮曾經喺遊樂場附近。找人用刀挟持你，然後透過電話恐嚇你。
係。你可唔可以詳細將呢件事向陪審團描述一下？嗰日我喺遊樂場門口等人，突然間有人喺後邊箍住我條頸，仲用刀指住我，然後拉咗我埋一邊好靜嘅地方，然後將個電話遞俾我，示意我聽呢個電話。電話嗰邊傳嚟傻炮嘅聲，佢同我講一啲好變態、好恐怖嘅嘢。你點解咁肯定呢把聲係屬於傻炮嘅？因為當時我同佢講咗幾句之後，我擰轉頭，發覺原來佢就坐喺佢自己嘅私家車裏面，一路講電話，一路對住我淫笑。佢同我講翻七年前佢陰間不遂殺死我好朋友嘅情況。你當時咩感受？我當時好驚，佢真係變態噶！佢殺死我好朋友不特止，佢仲遷怒於我曾經指證佢。佢同我講話喺遊樂場嗰度望住我玩。覺得我好天真，佢覺得佢自己好興奮喎，佢根本就喺度威脅我，暗示隨時會對付我。你信唔信佢真係會咁做？我信，我梗係信啦，佢真係黐線噶。鐘小姐，聽人頭先講，你曾經指證過死者係謀殺你嘅好朋友。係。咁即係話你真係好相信你嘅好朋友係俾傻炮殺死嘅。冇錯。各位陪審員，傻炮件案咧最後係被判無罪釋放嘅。咁啊，因為當時個關鍵證人突然間死咗啫。就係因為你唔能夠將傻炮入罪，你就對佢更加憎恨。之前你不停咁強調傻炮係一個變態嘅人，會唔會你就係咁樣樣對佢先入為主，對佢有偏見？我冇偏見啊，我所講嘅全部都係事實。你喺七年之前曾經出庭指證過叫戴有輝嘅人係殺人兇手，但係最後證明咗你係冤枉咗好人。由此可見，你出庭作供嘅時候係持主觀嘅態度，而唔係根據客觀嘅事實。系，我系错过，所以今日我先唔想大家做冤枉好人咋。我相信 Vincent 当时对住个衰人嘅时候，佢都系身不由己，先用枪射个衰人噶咋。钟小姐，我想请问下你，你同被告有咩关系？好朋友。之前呢？之前系咪你个男朋友？系。咁即系话佢系你嘅前度男朋友，你就帮住佢啦。反对。我问完。張小姐，被告當晚臨去酒吧之前曾經打電話俾你，但你冇接到電話，於是佢就喺電話度留咗言，係咪？係，當時我趕唔切聽電話，所以自動飛咗去 voicemail。如果嗰晚我接咗電話，呢件事可能唔會發生。咁被告喺電話留言入邊講咗啲咩？佢之前同傻炮打官司，同我有啲拗撬，佢喺電話同我講對唔住。仲話最後悔其中一件事係幫傻炮呢個衰人。佢仲有冇講啲咩？佢話佢好後悔，亦都好內疚，連累埋我哋。話佢會想辦法補救，將傻炮繩之於法。被告有冇講用咩辦法咧？佢話要揾一個好重要嘅證人，希望傻炮可以坐監，咁佢唔可以再騷擾我哋。咁即係話，被告去酒吧唔係揾傻炮。而係揾嗰個證人，冇錯。被告有冇提過會用傻炮私下報仇咧？絕對冇，佢只係想用法律嚟制裁佢。Vincent 唔會殺人嘅，我信佢係抱住正義嘅心去對付傻炮。佢從來都冇諗過去殺人。呢柄係被告喺電話留言嘅錄音帶，唔該。張小姐，被告話如果揾到個證人就可以解決問題。有冇話到如果揾唔到個證人就會點做？又冇喎。就係當佢發覺到唔能夠用法律將傻炮制裁，佢就採取非常嘅手段將傻炮解決。唔係啊，你唔好亂講啊 ！Vincent 絕對唔會咁做噶。張小姐，我想請問下你，你同被告係咪好朋友嚟？係。所以我好明白到你點解咁維護佢。法官閣下，被告選擇出庭答辯。當晚你一個人落去酒吧嗰度揾一個叫 Victor 嘅人，目的係乜嘢？我希望佢轉為污點證人同我一齊指證傻炮。嗰晚 Victor 冇出現到，反而一個叫傻炮嘅人出現咗。Victor 原來係傻炮用嚟玩我其中一隻棋子。就係因為你嬲咗傻炮玩你，而唔能夠用法律將傻炮制裁，
你就執行你嘅私刑，將傻伯殺死係咪？梗係唔係啦！我自己都係律師嚟，我識法律嘅，我點會濫用私刑啊？你曾經係一位律師，但一位律師竟然被控妨礙司法公正，一個咁嘅律師，佢嘅誠信何在？反對！我問完啦。卓生，你可唔可以向陪審團清楚解釋，點解你會揾 Victor 做污點證人？因為傻炮牽涉喺七年前嗰單謀殺案度，你都即係頭先鐘小姐提及嗰單謀殺案。當時我係佢辯護律師，因為佢知道咗佢之前嘅司機要上庭指證佢，於是佢叫我將張支票攞去酒吧度交俾一個叫 Victor 嘅人。傻炮叫你交張支票嘅目的係咩？目的係想我俾咗張支票 Victor， 然之後 Victor 將支票交俾個司機，希望個司機唔好亂講嘢。但喺審結傻炮謀殺案嗰日，呢個司機證人喺臨出屋企嘅時候，屋企發生氣體爆炸，即場死亡。亦都因為冇咗呢個關鍵證人，傻炮先至可以無罪釋放，係咪？係。但我當時聽到呢啲消息，我自己都覺得好震驚。於是我走去問傻炮點解。佢話原來當日我交俾 Victor 張支票，係我嚟買兇殺嘅。所以你就想揾 Victor 去頂證傻炮。冇錯。可惜你到酒吧等唔到 Victor， 反而傻炮出現咗。傻炮係咪專登嚟揾你㗎？係。佢話佢之前勾咗 Jessica 嘅電話線，唔知點解佢聽到我留俾 Jessica 個口信，於是嚟酒吧揾我。佢同你講啲咩？佢叫我唔使知會煮死佢，因為當日我交俾 Victor 嗰張支票並唔係我嚟買兇殺人，係一個假局嚟。換言之，佢當時係叫另外一個人去到個司機屋企，然之後炸死佢。點解傻派要切過嚟拖你落水？因為我知佢嘅事太多啦，佢驚我會爆出去，於是佢唯有設個局，希望我可以踩落去，俾啲痛腳佢揸住。佢仲有冇同你講啲咩？有，佢仲話佢揾人捉個 Jessica， 但系 Jessica 並冇被佢捉住喎。點解你要咁信佢講嘅？因為七年前嗰單兇殺案，我絕對相信係佢做。佢殺咗個證人滅口，然之後放咗出嚟再恐嚇鐘小姐，佢犯案手法咁兇殘。一定要捉个 Jessica。佢有冇话过会点样处置 Jessica？ 佢以为 Jessica 系我女朋友，佢仲话会慢慢、慢慢咁享受。你嘅意思系佢会侵犯 Jessica？ 我当时好嬲，我即刻拉住佢唔俾佢走，然之后我叫佢你一定要放咗 Jessica， 如果唔系我报警。于是佢企喺自己三尾，我见到。他腰度攞把槍出嚟。你 ，OK？ 俾我，俾我啊！點啊？冇膽啊！冇膽你就收聲啦，唔好阻我時間啦。你條女啊，等緊我㗎。傻炮身上有槍，好明顯，你覺得生命受到好大威脅。我當時又驚又急，我真係唔知自己可以做啲乜嘢。我唯有求佢，我求佢放过 Jessica， 我真系宁愿打死佢系我。傻炮跟住点做？当时同我讲，话佢打电话同佢啲手下讲，佢哋唔使等佢翻嚟，可以对 Jessica 先奸后杀。结果佢冇打出呢个电话，佢拧转身拎起个电话就打。大佬啊，点啊？条女傻唔傻啊？你哋唔使等我翻嚟啦！你哋中意點樣玩條女就玩條女啦！我真係唔知點解，我唔知點解我當時會開槍打佢，我只係想阻止呢件事發生咋。係，我份人係好衝動，好好勝。我平時打官司，我只係想贏。我冇想过其他后果，我会不择手段去做，结果令到我伤害咗我班好朋友。我觉得我都对佢哋唔住，尤其是 Jessica。
之後佢哋離開咗我，唯獨是 Jessica 對我不離不棄。我覺得我真係好後悔，我冇好咁珍惜佢。係佢鬧醒我，係佢鬧醒我，令到我好想去補救。我當時真係好想將傻炮成豬飯，但我聽到佢講我捉咗 Jessica， 我當時真係覺得好心痛。我之前已經累咗阿玲，我唔想再累埋 Jessica， 我真係寧願死過係我。當時我腦裏面不斷咁出現住一句説話，就係我唔可以俾呢件事發生。好彩今日呢件事卒之冇發生到，如果唔係，我諗你判我十次死刑，我都根本冇辦法補償呢件事。傻炮呢件事係因我而起，如果你判我有罪，我都冇嘢可以講。但我今日揀咗出嚟答辯，我並唔係希望為自己辯護啲乜嘢。所以我喺呢度，我真係好想同嗰班朋友講聲對唔住，尤其是 Jessica。控辯雙方準備見案陳詞。一個無可爭議嘅事實，被告毫無疑問係殺咗人。但係被告開槍嘅動機好明顯，並非有預謀，亦非蓄意，而係喺一個危急嘅情況之下被迫開槍。被告認為當時死者講緊個電話，可能會導致先奸後殺嘅悲劇發生。即使間我哋接納佢嘅講法，但係當時被告可以採用其他嘅方法去阻止佢。例如打甩死者手上的電話，或者剝暈死者，但被告卒之都是用手槍，他還向著對方的後腦射擊。所有正常的人都知道這樣做法是致命的行為。我們現在坐在法庭，當然可以好像檢控官那麼冷靜，說被告可以選擇打甩死者的電話或者打暈他。我都試過這麼冷靜去反問，但如果打唔甩個電話或者打唔暈死者，我唔記得死者當時身上有槍，佢唔會反過嚟向被告開槍。到時唔單止救唔到自己朋友，就連自己條命都保唔住。但係各位陪審員，請你哋用心諗下，被告當時係咪可以咁冷靜咧？當你面對一個曾經因奸不遂的殺人狂魔，他身懷致命武器，他跟你說他只要一個電話就可以叫人立刻將你的女朋友先奸後殺，而就在傻炮打電話這兩三秒之間，你面對逼到眼前的危機，你恐懼、悲憤、震驚，你的本能反應令到你毫無考慮地拔出對方的致命武器，在千钧一发之间将他击倒。这下击倒是不是会令对方受伤甚至是致命？你根本没时间去考虑，因为你脑里面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要阻止先奸后杀这宗悲剧的发生。所以这个不是谋杀，而是為了救自己心愛的人而作出的自衛反擊。我懇請各位陪審員，除了用理智去分析之外，請你們用心去感受一下開槍背後的真相。換個當事人，一個重情重義為了救朋友的人，罪名不成立。本席要提醒陪審團，判定被告謀殺定係誤殺，必須考慮被告開槍嘅動機是否蓄意，而辯方提出自衛反擊呢一點，陪審團必須審慎考慮本案是否符合自衛嘅定義，亦即係死者對被告嘅威脅是否很迫切，同埋被告嘅反擊是否同先奸後殺呢個威脅相稱。另外，
由於被告所講案發當日與死者嘅對話只有被告嘅口供，陪審團必須考慮被告嘅口供是否可信。最後，陪審團嘅裁決必須達成5:2嘅大比數通過。如果冇問題，陪審團可以退庭商議。無論佢係咪罪名成立，我都會原諒佢嘅。陪審團，你哋係咪已經達成裁決？係，法官大人，我哋經過幾輪嘅投票，已經達成裁決。裁決是否一致通過？唔係，係以5:2大比數通過。請宣讀結果。陪審團以5:2通過，被告卓偉明謀殺罪名及誤殺罪名不成立。本席正式宣判，被告卓偉明。罪名不成立，當庭釋放，退庭。Court， 唔該曬。Ben，Vincent， 都唔定你信我。你個膽幫我打呢場官司啊？係你信我真。冇事啦，咩事都冇啦。係啊。係啊。你跟住你啊。你養狗㗎。我哋幾支持你啊。係啊。我哋快走啦，做咩嚟啊？食飯，食飯。你用呢啲碌柚葉洗曬啲衰氣佢，然後先離開啊！嗱，呢度兩個紙皮箱夠你執齊啲嘢噶啦。總之拎啱唔夠力咧，就揾我，話曬我練咗幾個月嘢，一定幫到你嘅。得啦，唔使客氣啦，幫你揸車樓下，我自己執得噶啦，唔該曬。喂 ，Vincent 啊！咪住，揸咩車？樓上樓下搭 lift 咪得啦。你哋唔夠執包袱走嘅咩？乜你趕住扯咩？係咪唔想再做律師啊？梗唔係啦。其實做律師俾到大滿足感我，不過而家大律師公會停咗牌。咁你可以學下我咁，喺度暫時做咗一個無牌師爺先咯。我都等咗兩年啦，你有理想嘅，遲早都會復牌噶。你真係肯請我喺度做師爺啊？多謝曬你紅爺。間房咧已經幫你執得乾乾淨淨噶啦，有房儲嘅師爺得呢間 firm 有噶咋。多謝曬你哋，我仲以為你哋唔當我自己人添。嚇，我唔知講咩好啊而家。我係肉麻。破壞氣氛啊！你啊，係喎，紅爺，咁你個牌點啊？搞掂啦？梗係，我而家正式掛翻牌，係一個有牌嘅老細嚟㗎啦！老闆娘，老闆娘，你做咩攞翻個牌咁大件事咧？唔同我講啊！我以為你憎死我，以後都唔會見到我。本來係㗎，好在啊有我啫。又關你事？事關我靜雞雞幫紅爺向 Nancy 解釋清楚整件事嘅來龍去脈，哈哈！你都唔知啊，嗰個紅爺講嗰啲説話幾肉麻骨地啊！咦？咁紅爺講咗啲咩？係咯。哎呀，你叫佢自己對 Nancy 講。講嚟聽下。紅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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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紅爺。咁咪真係幾肉麻嘅。我話我一生之中最愛嘅女人就係我老婆一個。簽咗紙離婚喎，咁咪要排期再結果咯？咩唔使？我哋呢啲醒目仔嚟噶嘛，一早就估到大團結局啦。份離婚協議書咧就收埋咗，嗱嗱聲撕爛佢先，好嘛？好嘅，咁人齊嘅。咦 ，Lance， 你翻咗嚟啊？誒，而家 Angela 同 Marco 拍緊拖啊。點知啊？我哋想即刻啊拍埋貼俾你哋添啊！喂，你唔好借人多勢眾喺度 propose 啊！你唔花啲心思啊，唔使自我搞俾你啊！收到啦，阿更正，今日我哋嚟係湊熱鬧嘅啫。哦，喂 ，Money 姐 ，Money 姐，人人都有着落啦，你要啊爭氣啊！誒，佢哋邊有我咁揀擇啫？我追求嘅人 perfect， 今日邊個先？喂，你唔好玩我啦！喂，乜你哋唔覺得少咗個人嘅咩？Jessica 咧，佢唔係尷尬到唔想見你話。喂，頭先我哋上嚟嗰陣，見到阿 Jessica 落窗爬嘅喎，佢會唔會揾阿 Vincent 啊？你仲唔落去揾人？行啦！
我行先啦。喂，行樓梯快啲啊！Jessica， Vincent， 你揾我事啊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。你问啦。我收到你个 message， 话你成世人有两件事做咗，你好后悔。第一件事系你接咗傻炮嗰单 case， 我知道。但系第二件事你好似未讲完啊。我想知道你想同我讲乜嘢？你问得我咁突然，我都唔知点答你好。咁当我谂多咗啦。水晶好早已经想送俾你噶啦，但系一直都冇机会。唔知而家喺呢个感情世界里面，会唔会接受呢粒水晶呢？我最后悔的第二件事，就是没有好好珍惜你对我的感情。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给个机会我们再开始。你会不会给个机会我？一个 message 就想我 say yes 啊？咁你咪好着数？你真系想睇我有冇诚意啫。咁我睇你接唔接得招先啦。你啲反应咁慢啊！你点仲有 partner？ 嗱，我俾啲时间俾你练下，睇你合唔合格。我会证实到俾你睇，我系好有诚意。咁第一阶段你要学识热身先。阿玲玲啊，我而家帮你玩鞋咁扑埋嚟啦，应该好冧噶。乜你仲 keep 住我对暴走鞋啊？点止啊，我想 keep 埋你添啊！想挟持我，睇下点啦。喂，摸多两个窿，你卖我唔甩噶。又系呢招啊，洛生。你唔系想我教你踩暴走鞋咩？咁你想揸四个碌啊，定踩两个碌啊？嗯？喂，愿唔愿意啊？愿唔愿意咩啊？愿唔愿意同我一齐暴走啊？我愿意。咦，练过下喎？练过下点拍住同你一齐行啊？原来你秘密练兵就系等呢日啦！咪使得咁得戚住，我好难追噶，忍住追到你甩碌啊！
哇！婆婆望住你，你扑崩个鼻啊！咁你又唔醒目啲，拖住人只手。系啦，我谂住成世都拖住你啊 ，O 唔 OK 啊 ？OK 啦。哦，你哋两个拍拖就得喺我哋两个。我哋都有两个碌噶。喂，你两个唔系走去 boxing 咩？有咩事兴埋呢家嘢啊？佢啊，可能嫌弃我啲 kickboxing 唔掂，叫我哋一步发先啦。Jessica， 你系得嘅 ，Vincent 终于俾你收服咗啦。话晒我哋四个要共同进退，唔加翻两个碌，点可以同你一齐拍住相啊？